猫咪的尾巴可以摸，但最好不要摸。猫咪的尾巴是保持其身体平衡，调整体位，配合身体其他部位完成某些动作的器官。猫的尾巴也是它驱赶蚊蝇捕捉猎物的辅助器官。猫的尾巴的根部连接着脊椎的末梢神经，刺激猫咪的感官神经系统，是猫最敏感的部位。猫有时会用尾巴的动作来表达自身的某些情绪。如果受损伤，猫咪会出现呕吐、走路不稳等现象。主人摸猫咪的尾巴可能会导致猫咪产生不舒服的感觉，容易将猫咪扯伤。